要去拍流星雨，双子座流星雨。啊，这也是武林农场的路上，往露营区的路上。今天是12月11号晚上，大概10点多了。然后拍那个双子座流星雨。我们看，先看一下星空。双子座在这里，看不出来吧？但是可以看到右上角是猎户星座的腰带。右边山头有一颗大颗的，右边山头有一颗大颗的。现在这是双子座流星雨，双子座在哪里呢？猎户座在右边，有看到吧？那个腰带，紧致的右上角那一个，然后双子座就是在它的左边这里，这边底下有两颗很亮的。玉夫座在哪里呢？玉夫座是在这里，1、2、3。对，玉夫座在上面那两颗，上面那两颗是玉夫座，底下那个起的这两颗就是双子座了。北河2、北河3。好，现在用鱼眼镜头，7.5mm f/2.8焦冠乘以1.4，过广。哇，这不行，这个车子下来，这个鱼眼镜头。车子下来会影响到。
哇，人在路径啊！哎呀，哎，现在边边角角，不要这样，好像很奇怪。我应该是从底下，好，我要从底下冒出来才对。没有人这样拍流星雨吧？没有人这样拍流星雨的吧？自己还跑到画面里面，这样看起来是很奇怪。好像也不错啊，为什么不能一抬头在那边看流星呢？我不要抬头看流星，我看荧幕里面的流星就好了。好，现在太冷了。好了，不玩了。怎么会有烟呢？我没有看到这个烟呢，肉眼里面没有看到呢。